孔子说朝闻道，夕死可也。可惜孔子死了几百年，耶稣到世界上来，所以他没有机会看见这个道。但他内心中间对道的向往是有一个真正的方向，不是随便的。这些事情太严肃了，如果这些最伟大的人都在追求的、这个被追求的本体已经自己来了，你还要抗拒他做什么呢？亲爱弟兄姊妹们，所以呢，当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就讲到了跟出埃及记3:15以摩西问号中间的真谛相同的东西。上帝是 I am who I am， 耶稣基督说 Before Abraham was I am， 在没有亚伯兰以前就有了我。什么意思呢？我是那永恒者，我是那亘古不变者，我是那绝对者。来到相对界，我就是你们所寻找的上帝。